你看哦，那个笔蘸水，然后吸干，然后浅绿。浅绿呢，你要一半，大概这个应该是六分四的颜色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画当中那个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给它一个这样的，有一个当中有一个窝。你画的时候呢，就尽量把它造成一个圆的，一蚊咁大，呀，大概一块钱，OK， 你都几叻，好，然后呢？画当中红的。唔使等佢乾就加落去。你冇加落去個綠嗰度啊？你加落去係嗰個白嗰個空位嘛？聽到沒有？聽到，聽到沒有？他問：為什麼不要等它乾？嗯，我說我們沒有畫在那個綠的地方。哦。我畫的是那個白的空檔的地方，對不對？對。啊，你们拍照的时候，那个照相机不要碰得那么近，对，越近呢，那其他人都拍不到了，而且呢，你的影子有没有看到？你的影子就在那个纸张上面，都拍不好了。而且你可以放大的，啊、而且呀，你拍了以后可以放大了，那么近，对，指头一张给它放大。最大的笔，最大的，你们买过有没有？有，蓝柱，大蓝柱。有。大。比大蓝柱大。仲要大。最大。仲有啲仲大。上一次有没买？有没有买？有。最大的那一个。他给大笔买的。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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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大，不过冇呢个巨大。好似冇咁大。冇咁大。自佢自己买两个。系咧。又好像没这么大，是啊，哎 ，It's okay， 我测过。底呢是珠标，底四分三，四分四，然后呢？珠标四分，一半是红的，然后呢？你看哦，首先第一片。第二片，要有大小，还要长短，
最后呢，每一条，这个笔已经开叉。连在那个后面，OK， 现在呢就等它干了，所以呢要八成干的时候才能够画其他的东西。那现在的话呢，你就有时间去画那个下面的那个叶子的部分，叶子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用中的或者是小的。它的叶子呢很奇怪，真正的叶子呢，它是这样的，一片叶子。是这样的 OK， 所以呢，可是你画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的叶子都重叠的，不同方向的，所以你不要每一片叶都画到这样的样子的话呢，就不是画了 OK。首先那个花的茎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，所以你画的时候呢一定要对正这个，然后下来，中等绿的叶子呢，在上面的叶子颜色浅一些，下面的是深的叶子，是老叶 OK。 所以呢你画的时候呢，叶子要比那个红的大，看见没有？所以呢现在笔洗了蘸了，然后先呢是绿的浅的，然后前面四分一是深的，然后这块叶子应该是从这里上去，嗯，什么？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叶子出来了，没看清楚。No， 主要是什么？主要你没看我的笔，你再看那个。OK。所以以后呢，我们再等我回来呢，我就会分配一个人做笔记，一个人画。我的广东画班就是这样。他们是一个人做笔记，一个人做画，然后弄好以后就先给他们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集中精神看我画了 ，OK。加上你现在呢，你要拍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光看那个，光看那个的话，你就没看见了 ，OK。这么大，还要大。哎呦，
我站的那个身的在加墨。哎，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下面的。老师，这个叶子都是从下往上起笔啊，起笔的时候从下往上走。这里也可以啊。哦。看这个是不是现在干的差不多了呀？那现在呢就可以画那个太干也不行，太湿也不行，要八成干，所以这个要凭经验。这个是完全是凭经验。你看，它完了，我拍不了了，好像满了。给你。坏了。看见没有？看见。这里比那个尾巴粗一点，这里比这个尖粗一点。哦。OK。哦，这个是用红色画，我以为是黑色。它里面这个花纹。它是深颜色。嗯。不过呢，不是黑的吧？是。怎么会是黑的呢？不过你画这一条的时候，一定要对着这个。嗯。OK。OK。不能够歪了。还有那个方向呢，一定要对得好。是对称的。都是对称的。对，我看是。它可以是对称。也可以。可是有时候有一些歪。假如这个叶子这是那个叶柄，假如你这个在这里的话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不对啦，中间，因为跟它的生长不同啊，你应该在这里上去嘛 ，right？ 嗯，所以一定还有，假如你这样画呢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方向也不对啦 ，right？ 要注意啊。西瓜都有四方，壁成嘅，点会自然咧？边种？
一定要对称吗？不一定对称，因为那个像你是对称，可是歪一点呢，就不对称了。它的角度问题。呀。角度。还有，假如你把它画到很死板的，这样上去，那个是板画了，那个就不是你画的画了 ，OK？ 所以要注意这些。你看。这边这么小，证明那个叶子这样歪，那你就不能够，你这边就要注意，因为你只看到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现在因为有暖气呢，那个很快干了。那这个画好了。然后呢，那个叶呢，我们就要，它也干得差不多了。所以呢，就可以画那个叶脉。老师，呢度有干笔，唔使补分嘅。No， 可以的。千万不要补，一补的话呢，就会看见，不行了。OK， 你现在看下来呢，可能它那个叶有一点坏掉都可以的。对。Right， 不需要 perfect。对。你一补呢，就会看见。对。OK。那这个是浅色的，你画那个叶脉的时候呢，就用深颜色的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因为你越画多就越错多，你少画的话呢，就没错这么多。OK， 那这样就一颗了。